报，后面的人看不到了。你们站在这边，后面的人看不到了。我们让一点空间给后面的人看好不好？可以开始了吗？好，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裤子拉一下。刚刚我说，比如说你的红发地今天晚上是8点开始，那么现在只有7点半，那么你约了15个朋友，现在7点半来了两个人，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？要做什么呢？来了两个人，唱一首歌。啊？要唱什么歌？啊，好，你唱吧，来，谁讲的？你唱吧。各位，来了两个人，如果是两个家庭主妇呢？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这些爱多美的产品？有。没有那个大瓶的 lotion？ 有。lotion 呢，就拿来给他试用产品。那么。我为什么我的包包时常有这些产品呢？有时候我在做分享的时候呢，那我在做一对一、一对二都好呢，我在聊天不谈爱多美，我都会这样挤一下哦，然后我就会拿来涂给对方看。那么当对方一看到，对方一定会问这个什么来的。如果他一问什么来的，你就给他试。明白了吗，各位？好，现在7点半了，红巴蒂讲好是8点，有人提早来了。提早一来呢，红巴蒂你千万不要穿长袖打领带，好不好？没有人做红巴蒂穿长袖打领带的。韩国那些国家因为冬天人家冷，他们会穿长袖打领带。马来西亚你做红巴蒂穿长袖打领带，那是一个会议了，不是红巴蒂。红巴蒂呢，我们穿爱多美的那个 T 恤是最好的哈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位哈，来了两位新朋友。有哪两位是第一次来的吗？没有试过这个，没有试过这个的，第一次来的，来，啊，你也是哈，那试一下吧。还有谁是第一次来的？哎，来。还有吗？哦，你也是第一次哈、哦。还有吗？哇，好多哎！刚才举手好像没有这样多嘞。好。所以第一次来的人呢，各位来了两位朋友，我们就挤一挤。还有吗？没有了哈、哦，就有了。哇，是啊，你的脸有些第一次，我知道。很好。那么第一次来的，我们就跟他涂上去，然后问他喜欢那个味道吗？喜欢。那烘巴蒂就开始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烘巴蒂要做得很轻松，很 relax， 然后让朋友感觉到有一种很亲切的、很温馨的烘巴蒂，不是大家晚上好，哇，你好帅哟。各位不要这一些，红巴蒂有人来，哎，你们好吃饱了吗？来试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爱多美的产品。红巴蒂要不要展示产品？要。红巴蒂你有什么产品全部展示出来，你一定要准备一些产品让人家试用。来，这个是 hand lotion， 你试过吗？来，你试一下吧。这是另一种 lotion 哈，试一下吧哈。哇，好香哦！哦，试一下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哎！还要吗？你也来，小朋友来，小朋友要试一下哈、哦。来，你试一下，太多了，拿一点给他。来，还要吗？你也来 ，OK。哇哦，来，哎呀，来，哦，无所谓啊，有了 ，OK， 可以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就在这个时候。挤一挤，然后跟他们聊聊天，明白了吗？各位，跟他们聊聊天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哇，人潮已经来了。比如说8点了，我们不要等到啊人来齐了8点半才开始，不要。来多少，看到人群已经有了，我们就这个时候开始问他们什么呢？问他们啊。大家有看过这个什么菜啊？
broccoli。啊，英文叫 broccoli， 马来西亚叫什么？西兰花。西兰花，还有也叫花椰菜，中国叫西兰花，我们这边叫花椰菜。那么我们平时都有买蔬菜哈、哦，买蔬菜。那么你们知道这个花椰菜呢，它的营养价值很高。那么营养价值很高，据说花椰菜也对抗癌有帮助，有听过吗？有听过，就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高，它对抗癌有帮助，因此呢，这些昆虫哦，他们也知道这些蔬菜是好东西耶。那么很多的这些昆虫特别喜欢这个花椰菜，因此呢，农人撒了滥用了很多的农药，然后还有一层污染。那么平时我们要怎样把农药或者蜡清洗掉呢？那么你不要问那些烘巴地亚的来宾呢，啊，来你回答我，你是用什么洗的啊？来你又告诉我你是怎样洗的啊？你也告诉我你是怎样洗的。千万不要问，千万不要指责人家，来你答我你怎样洗的。Don't do that， 不要这样子做，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很 happy 的气氛。那我们只有直接说，那我们说各位，我们一般上呢，请问我们不要用你们不要用我们。一般上我们呢有的用盐啊，哦 no 告诉他们啊，我们不要用盐，有的用醋，哦 no 醋也不行。那么因为在科学，盐啊醋啊洗不掉农药的，也洗不掉那个油啊，也洗不掉那个辣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用什么呢？我们哎呦用，对了，谢谢你，我们准备了爱多美绝对优良品质，绝对低廉价格。它的品质优良到哪里呢？首先它是浓缩的，那么这一瓶它的名字，各位你一定要把这个产品拿在手里好不好？它的名字叫 This Detergent， 可是有的家庭主妇不会看英文，中文叫洗碗剂，也叫洗碗液。它的名字叫洗碗液，为什么能够洗蔬菜呢？哎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万能剂，它也是一瓶 multi purpose， 因为这瓶啊不只能够洗菜洗水果，它能够抹地，能够还有能够什么抹玻璃抹窗口，还可以洗马桶。当然它的第一个首选是洗碗碟洗餐具 OK。 那么它是天然无毒，它没有化学的成分，很难得哦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浓缩的，那么当我们买了这个蔬菜回来，首先这两颗菜呢它有很超标的农药，那我们要怎样来鉴定它有很超标的农药呢？那我们先看哦，各位，当我把这个水倒在这个这个花椰菜，你看它的水是往外溜走的，它为什么往外溜呢？因为它有一层油，因为它有一层蜡，那个水没有办法渗透的 OK。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颗也是一样，各位，那个水是没有办法渗透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买了葡萄，买了苹果，买了等等的水果，也有一层的蜡 OK。 一样的，我们只要在
任何一盆的这个水，我们只要倒进一小滴，因为记得哦，它是浓缩的，你倒的时候要很小心哦，或者你可以用一个筷子哦，这样滴两滴就可以了。那么我就要看我的手势了，可以了，再倒多一点吧。可以哦，够了，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两颗要选哪一颗？你选吧。哦，小妹选的这一颗哈，那我们就在这一盆的这个水呢，加上了这个洗碗液。那我们要洗多久啊？两分钟到三分钟。有人问，有人问。啊，你在烘拔地呢，你要发问。有人问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花椰菜这样子泡浸在这个 this detergent 里面，然后我去烫衣服，烫个半个小时我才回来，可以吗？各位不要，不要。为什么不要呢？因为两三分钟的时候呢，这个 this detergent 呢，洗碗液它能够成功的把这个农药把蜡全部分解出来，全部把它拉出来。这个时候如果你这样泡浸在里面呢，那么这个农药它会在渗透进去这个花椰菜，尤其是通过它的心，它又在渗透进去里面，这个是有害的。所以我们只要这样子洗一个两分到三分钟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两分钟过了吗？小妹过了吧。好，比如说两分钟过了哈，那么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要不要过一层水？要。你要用什么水来洗掉那个这个 detergent 呢？要怎样洗呢？清水。用自来水吗？No， 不要用自来水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花椰菜的已经没有农药了，已经没有蜡了，已经没有化学成分了。这个时候你用自来水来过，自来水有 chlorine， 有氯，那个氯 chlorine 就是一个化学的东西。那你用那个自来水呢，这个花椰菜又有化学的成分了，对你的家小朋友不好。所以你要用什么水呢？过滤。现在家里都有过滤水了，有吗？用干净的过滤水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用这个过滤水呢， OK， 过滤了过后，来，我们来看，这个是 before， 它的颜色是这样的。这个是 after， 各位，它的颜色有什么不同？比较青色。哦，这个是比较青，比较绿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农药还在，蜡还在。那么如果你闻它哈，这个，哇 ，broccoli， 这个，哇，农药，明白了吗？现在我们再来看。各位眼睛看这边，请看那个水，那个水跑去了哪里？那个水是渗透里面的，有没有看到那个水是渗透进去里面的？那么这个示范已经告诉我们，爱多美的 this detergent 已经成功的把农药把蜡全部的分解了，把它去除掉了。棒不棒？棒！现在，掌声一下吧。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颗还没有洗的哈，我们再来看它的那个水跑去哪里，还是往外溜的，还是往外溜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再跟它洗一洗，我再跟它洗一洗 ，OK， 再跟它洗一洗。然后再跟他过一下这个过滤水，然后请看各位，请看那个水跑去哪里？
稣渗透里面的。那么今天你家里洗水果洗菜要用什么？各位，爱多美。爱多美。那么我说你不用爱多美你不会怎么样，你用了爱多美你会不一样。哪一个不一样呢？今天你要下厨的时候把这个菜切了炒了丢了几条虾，那么你知道吗？你全家人会吃得很健康，全家人吃得很开心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现在怎样洗都好，总有一天你到了中老年的时候，你跟家人要排队去医院做什么呢？开心，开心。不同在这边 ，understand？ 那么，爱多美的这个 detergent 呢，你还可以洗车，洗车很干净的哦，你还可以洗马桶哦。如果你的马桶已经10年、20年了，是不是有一层黄黄很肮脏的？那么你就不要掺水，你就赶紧开了跟它倒，跟它倒了过后，把马桶的盖盖掉。你去睡觉，明天你睡醒的时候你想要刷你才刷。你要怎样刷呢？抱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情，你可以唱唱歌 That's the way I like it 各位干干净净棒不棒？掌声响起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做第二个示范。那么我来做一个，你们家里时常是用洗衣粉还是洗衣液洗衣的？中心长，我要一瓶的洗衣粉，一盒的洗衣粉跟一罐的洗衣液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OK， 各位，我这边准备了一个 X 公司的洗衣粉，这个洗衣粉在马来西亚卖得非常的好，它的公司叫 C 字头的，我不讲它的名字， C 字头的 OK 然后这也是一个 X 公司的外面的公司的，然后这个洗衣粉呢也是外面的公司的，你看有蓝点的哈、哦。然后这个洗衣粉呢是爱多美的，爱多美的，哦耶，谢谢。Jenny Chu， Jenny Chu， Jenny， Jenny， Jenny。你确定这个 A 是 Atomy 的吗？ OK， 好，那我们看到 A 有的认为是 A 公司吧，爱多美也是 A 公司、哦、那我们是 Atomy OK。 那么各位，你家里是用洗衣粉洗衣服还是用洗衣液洗衣服？我用手洗。哇、wow， 那用洗衣粉的举个手好不好？哇，好多哎、欸！谢谢。用洗衣液的几个手好不好？两个都有用。哇，都很多哎、欸，缠在一起用的好不好？几个手好不好？都有哈、哦。我太太也是缠在一起用的。那又有人问我呢，其实呢，两个都可以用。比如说，你家里的人是在 office 上班的，衣服不是很肮脏的，你用洗衣液，然后。小学生的校服校鞋是不是比较肮脏？你用洗衣粉。你家里如果有人做出工的，比如说修理汽车的，你用洗衣粉。建筑工友你就用洗衣粉，明白了吗各位？好，现在你们知道很多的，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，包括很多的洗碗液清洁剂等等呢，有一种
化学的成分叫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各位？Chlorosin。啊，金皮毒。对了，来，金皮毒。什么叫金皮毒呢？金皮毒的意思是，经过你的皮肤，渗透进去你的皮肤的毒素叫金皮毒。那么，我们的衣服很多的这些牌子的这些洗衣粉或者洗衣液呢，很多的有一种叫做荧光剂，你也知道哈、哦，荧光剂。荧光剂英文叫什么 ？Fluorescent whitening， 也是一种 whitening agent。荧光剂也是一种增白剂。那么一般上的这些洗衣粉、洗衣液呢，它有这些荧光剂呢，你越洗你的衣服越白，红色的衣服越红，绿色的、黑色的越来越鲜艳，因为有荧光剂。荧光剂是一种金皮毒，因为它含有一种化学的东西叫做甲醛。这个甲醛呢，英文叫 formaldehyde。 哇，很长哦，英文叫 formaldehyde。 你现在可以 Google search formaldehyde， 是被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ban 的甲醛，这个成分呢，这个荧光剂呢，它会经过我们的皮肤，它会破坏，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它会破坏我们的五脏六腑。那么试想哦，你家里的衣服，比如说啊，我要两杯水 ，Hello。我要两杯水 please， 来，手脚要快，我要两杯水，我要两杯水， OK。 比如说你家里的 baby， 尤其是 baby girl， baby girl 跟 baby boy 呢很大的不同哦，小女婴哦， baby girl 啊，小女婴她的或者是 baby 都好，男男女女，他的衣服呢，不管你用哪一个牌子的洗衣粉、洗衣液洗，那么 baby 的衣服包住的，一天包几个小时？一天包几个小时？自来水吗？我要自来水，我要自来水哈。那么 baby 的衣服一天包几个小时的？各位，24小时，因为他尿尿了、肮脏了，你跟他洗澡了、抹干了，是不是穿新的？你新的 baby 的衣服还是用这些有荧光剂、有甲醛的那一些洗碗液、洗碗剂、洗衣粉洗的，是不是各位？那么你想哦 ，baby girl。他的下身跟 baby boy， 他的下身呢，经过皮肤进去我们身体的 baby girl 呢的 percentage 的机会呢，比 baby boy 还要高过 80%， 因为 baby boy 他小便的地方是秘密的嘛，对不对？baby girl 是开开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甲醛、这个荧光剂、这个 formaldehyde， 它会从 baby 的下身渗透进去。你不要谋杀你家里的小朋友，还有男人跟女人，女人，我问你们，女人，穿的衣服比男人还多。首先，女人要穿内衣。你们的内衣内裤还要穿衣服，一天穿几个小时？
啊，一天穿几个小时？10多个小时。啊，不止。在吉隆坡上班的朋友呢，天亮7:30开车去上班，9点到 office 塞车，塞了1.5个小时。他下班回到家是几点呢？晚上8-9点。他穿的内衣、内裤、衣服，一天最少12个小时。女人穿的内衣是不是很紧身的？如果你的衣服、内衣、内裤是这一些有甲醛、有荧光剂的，那金皮毒呢？你会被危害到你的健康，你的危害比男人高达80%，比男人高达80%。而且现在女人爱美呢，哈，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女人比男人长命，女人比男人多病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女人，哇，为了爱美又穿了一种叫调整型内衣，有吗？调整型内衣是不是扒到密密麻麻的？各位，如果她的调整型内衣还有调整型的，哇，那些衣服穿到紧紧的，全部是这一些东西洗的，我只有说心思瞎狼灾。各位，这是要不得的。那么我现在要做这样的一个示范，各位，在这两杯水 OK， 首先一杯水我倒进爱多美的洗衣粉，这个是爱多美的洗衣粉哈，这个是爱多美的洗衣粉，那我就倒进一点点的洗衣粉，一点点的洗衣粉就好了，一点点的洗衣粉就好了。然后这一杯水呢，我就倒进这一个我说C 公司的，马来西亚很流行，很多妈妈很喜欢买，很喜欢用的 C 公司的 OK， 也倒一点点 OK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，你要再按它就变成，各位，这两片是什么？你们洗脸的吧，对不对？就表示我们的衣服，表示 baby 的衣服。那么就在这个 baby 的这个衣服呢，我用了这一个点，这个叫 chlorine， 这个点 OK， 那我就倒了这个点在这个衣服，然后我也倒了这个点在这个衣服。现在这一个是 Atomy OK， Atomy， 然后这一个呢是这个 X 公司的 C 公司的 C 公司的。我们来看现场有没有人有 coins coin 银角，银角一毛一毛哦，还有吗？多一个给我，多一个2毛钱，多一个有吗？多一个，多一个。OK， 很好，谢谢彼得。好，我放一个这个2毛钱，然后我也放一个这个2毛钱。好，来，我们可以不用搅了，我们就放着它。来，各位，你们可以拍。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银角呢，爱多美的洗衣粉的这个银角呢，你可以看到很清楚。而这个 C 公司的呢，为什么呢？它洗不干净的，因为它有一层的什么呢？各位，荧光剂。OK， 这一个是不是很干净了？慢慢慢慢呢，它会还原，它会还原。你可以看到那个那一个coins 那个银角呢很清晰的，而这一个呢你看不到，因为它洗不干净，而且它有化学的成分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把这块衣服拿出来，各位干净吗？各位，大家再看这边，各位，而且它不但洗得不干净，而且它还带给你什么呢？荧光剂，这个叫做甲醛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否可以把前面的灯给关掉？
前面的灯给关掉，很好。来，各位，我们先看这个是西公司的。各位，我一照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摆到呢，摆到很鲜艳的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各位，荧光剂。Oh my god， 这个叫荧光剂。它摆到很鲜、很 shining 的，这个是荧光剂，这个是荧光剂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爱多美的，各位哦 ，sorry， 这个是爱多美的，各位，爱多美是没有 shining 的，因为它这个是 ultraviolet light 紫外线，所以它只是紫色。相对的，你看这个 ，Oh my god。这个是荧光剂，爱多美的是天然无毒，而且来可以了，我们开灯。而且这一个为什么 它不能够还原呢？各位，你看爱多美的洗衣粉，各位干净吗？干净。而且大家有看到那个两毛钱的那个墩子吗？各位看得清楚吗？各位，因为爱多美是天然无毒，而且爱多美的洗衣粉、洗碗液、洗衣液等等没有废蛇。大家有听过废蛇吗？没有。那么这一个呢，它有废蛇，而且它不但洗得不干净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化学的那个废蛇在里面。所以我要告诉天下的妈妈，不要在超市买那些洗衣粉、洗衣液、清洁剂为你的家人洗衣服、洗碗碟，请换一个牌子，换什么？各位，爱多美。各位棒不棒？棒！掌声响起好不好？哇哦！所以爱多美的洗衣粉、洗衣液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是浓缩的，我们是浓缩的。那么价钱多少钱呢？在烘巴地，你一定要记得那个价钱，你要告诉人家。我们的这个 detergent 呢，它是一个公斤 1kg， 浓缩的29块。如果你洗碗碟，你可以掺十瓶的水。如果你掺十瓶的水，一瓶是不是2.9块？那么如果你洗菜的话呢，你就用浓缩的；你洗马桶，你用浓缩的。所以你掺水掺十瓶，一瓶2.9块，便宜吗？各位，便宜。那我再次的证明，爱多美是超什么啊？绝对的品质，绝对的价格。然后我们的洗衣液是多少公斤的？各位，2公斤，好重哎！我们的洗衣液你千万不好在洗衣机这样倒哦，它这边有一个 cap， 你可以量，这边有说明。那如果你今天要洗5公斤的衣服，你大概要用多少呢？我今天带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洗衣的。你可以请教他，他是我的老婆。记得他叫什么名字？ Betty。 哇， Betty 没有听到。散会的时候你们可以问他要用多少洗衣粉，要用多少洗衣液。那这一瓶洗衣液记得是浓缩的，卖多少钱？40。好，我们的洗衣粉呢是43。对了，我们是2.4kg， 而且我们是用植物的哦。那么有的是用野籽的哦。我们没有废蛇，没有荧光剂，没有任何的化学的成分。总而言之，爱多美的产品是天然无毒。那么棒不棒？各位棒。好，请各位作为原味，最后我要做一个维他命 C 的示范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请作为原味。